入嚟嘅小朋友，欢迎你哋又再嚟啊 ！Hello Luca， 你哋好啊！我见到你哋嘅城堡啊，好靓啊！加埋你爸爸妈妈嘅创作，真系非常之好啊，一流啊！我迟啲咧都会咧放上嚟呢一度，俾大家欣赏一下嘅。好，啱啱入嚟嘅小朋友，见面到显显姐姐咧，台上面咧有好多嘢咧，咁我讲一讲呢张先。是啦，可能有新的小朋友入嚟喎，咁都可以呢睇下。咁我哋嘅直播呢即将几分钟之后就会开始嘅啦。Hello, Finance! 咁呢记得呢，如果呢你呢好鍾意显显姐姐嘅教学嘅话呢，都希望你呢记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仲有 follow 我哋住我哋嘅 Facebook, 仲有我哋咧IG 嗰度咧都會有小朋友嘅作品同埋最新嘅消息嘅，都歡迎咧小朋友咧同埋家長咧都可以 follow 住啦。仲有唔得閒睇今日嘅直播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咧上我呢個新開嘅 YouTube channel， 咁咧都有齊曬咧之前以往三次同埋今次嘅直播片段啦，仲有其他嘅喎，因為咧顯顯姐姐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 upload 一個咧教學片段嘅，教學片段咧就比較有剪接啦，同埋咧都係有即係聽過小朋友意見啦，想學畫啲乜嘢啊咁樣嘅，係啦，啱啱咧我就咧拍咗一條城堡做城堡嘅片啦。咁咧，唔知道小朋友有冇睇到呢？如果有嘅话，请你打个 V 俾我睇下。Hello， 我见到好多小朋友喎。边个小朋友睇咗我 YouTube 最新嗰条片啊？系整城堡嗰个片呢？如果有嘅，请你打个 V 出嚟啊 ！V V， 哇，系喎，有两个小朋友喎。哎哇，唔知你整成点呢？嗱，我就收到有一个小朋友咧嘅email 啦，就佢哋咧成家人咧整咗一个好靓嘅城堡喎，唔系净系小朋友都可以做喎，原来都可以咧亲子创作得噶喎。哇，好多个 V 喎，但系我仲未收到你哋嘅作品嘅，我好想睇下，得唔得啊？咁如果你哋咧未整完都唔紧要嘅，但系整完咧记住喎，都要咧影张靓相，然后咧 send 去我 email address 嗰度喎。我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系呢一个啦。咁我每一次咧都会 show 出嚟嘅，系啦。好啦，我哋咧都差唔多要开始噶啦。咁我哋咧一齐数十秒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开始啦！好，我哋转一转个画面先。好啦，首先咧转一转我呢度，然之后咧就左右调转。好 ，OK， 唔该摄影师。哎呦！好啦。咦，打直咗嘅，大件事了。有啊，我又打直咗喎，点算啊？呢度 OK 啊。哦，好啦，我呢度显示咗打直喎。哎，可以咁样睇喎。好啦，唔紧要啦。OK。好啦，小朋友有冇睇到我后面嘅作品呢？系啊，我哋话咁快呢已经去到呢第四台嘅 Life in Art 啦喎。咁呢小朋友你哋呢，你估下今日呢我哋要做啲咩啦。嗱，咁呢啱啱入嚟嘅小朋友，如果呢你冇睇到我 Facebook 嗰个预告嘅话呢，咁呢请你呢去预备啲报纸啦，或者呢系一啲雜誌紙喎，係啦，因為今堂咧，我哋咧會用呢一啲物料咧去做創作噶。仲有，記住攞埋膠水，
或者將毛筆，仲有教剪，同埋咧顏色筆。咁顏色筆咧，如果你有油粉彩啦，同埋呢一個水筆咧，都可以咧攞埋出嚟噶噃。好啦，我哋咧而家咧準備開始啦。不過開始之前，我又係好長氣、好長氣話俾大家聽。如果你想繼續支持軒軒姐姐嘅，請你請你上完呢一個 live 之後，記住將你張作品影張靚相，然之後就 send 去呢一個 email 度啦。好啦，我哋而家快啲開始啦。唔該，攝影師。點解呢度會打直嘅咧？好唔得意嘅。好啦，哦哟，好，旋轉手機。咦，得啦喎又，唔得喎，唔緊要啦，好，調轉，好，跟住咧又要左右調轉啦，睇下先，得啦，搞掂，我見到有小朋友話唔知道喎，唔緊要嘅。系啦，咁而家咧可以咧就攞啲報紙啦。如果你而家真係就臨時臨急冇攞報紙喎，都唔緊要嘅，可以咧都跟住我呢一個方法咧去做嘅，或者攞張白雪雪嘅紙都可以嘅。好啦，咁咧小朋友，如果你有報紙嘅話咧，請你咧攞份報紙出嚟先，或者雜誌紙都可以嘅。咁我咧就用報紙先，因為報紙咧我諗。大部分小朋友都會有啩，好啦，估唔估到我哋今日做乜嘢呢？其實咧，今日咧，我咧係做一樣上一堂咧，有小朋友咧建議我做嘅畫嘅嘢嚟噶。你估下係咩？上一堂咧，嗱，我俾幾個 choice 你揀，有小朋友話想畫跑車，有小朋友話想畫劍，有小朋友話想畫媽媽。好，呢三個你估下，軒軒姐姐今日要用報紙去同教大家做啲乜嘢題目啊？嗱，第一係跑車 ，A 係跑車 ，B 係咩啊？啊，劍，C 係呢一個媽媽。请你们答我，有 A、B、C， 你觉得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用报纸整，看看有没有小朋友估到先，很难估啊！用报纸整些什么出来呢？打了，打你 A、B 还是 C 呢？你不知道的就打 I don't know， 或者问号都可以的。 A car Moses， 哦，又是 A。 B 劍，咦，好多唔同嘅答案喎，我哋再睇下先。咦，有三個 A 啦，有一個有兩個 B 啦，跟住有跑車，跑車係 B， 係啦，跑車係 A 喎。好，睇嚟咧小朋友估錯曬喎。好啦，都唔係估錯曬嘅，有一個小朋友估得啱嘅，答案係。知啊，媽媽，我哋將咧媽媽咧變成報紙，係咪？就將報紙變成媽媽喎。好啦，其實今日咧我哋畫嘅畫咧，做嘅創作咧，就嘅風格咧係非一般嘅風格嚟嘅。咁咧小朋友同我一齊做咯喎，係啦，我哋今日咧用報紙去做一個媽媽嘅構圖喎。咁而家咧我哋咧可以咧攞一支肉色。油粉彩或者是水筆都可以的，是的，我們今天畫這幅畫呢是呢與別不同的，是很有風格的作品。那呢小朋友，我見到上堂有兩個小朋友畫呢很想畫媽媽，那呢我又教你們畫媽媽。首先媽媽呢，軒軒姐姐的媽媽呢，那個面型呢是尖的，我媽媽好瘦噶，瘦過我噶，所以咧，我會畫一個咧尖尖嘅面型外形。小朋友，如果你媽媽咧嗰個面型咧係比較闊啲嘅喎，咁你又可以畫一個咁樣嘅形狀，冇咁長嘅，扁啲嘅，嗱咁就有分別啦。你話唔係啊？媽媽真係超瘦噶，咁你可以畫一個超瘦超長。喂，
哇，嗱，原來面型咧都有分唔同噶噃，咁小朋友你可以咧試下啦。好啦，咁我去翻呢一個咯喎，呢個面型，然後咧加翻條頸俾佢先。嗱，我哋全部咧就係畫一個 outline 嘅啫，因為我哋今日咧會咧做一個好有風格、好特別嘅作品。好啦。搞掂，小朋友搞掂未啊？搞掂嘅话，请你举个 V 俾我睇啊！哒哒哒哒哒，我等一下小朋友先，可能小朋友而家咧就谂紧啊，咦，姐姐点解用报纸啊？咁咪花面猫咯，妈妈。咁又唔會嘅，唔會花面貓嘅。哎，有 V 啦，有啲 V 啦已經。啊，咦，好叻喎，小朋友，好快喎。好啦，咁我收到咧有四個小朋友 V， 咁我哋咧可以咧繼續噶咯噃。好啦，跟住小朋友，我哋咧可以咧剪佢出嚟咯喎。嗱，咁你咧小朋友又係小心用教剪啦。咁我教小朋友。唔使一開始咧就沿住呢一度剪嘅，你可以咧首先咧喺呢個報紙嘅外圍剪一個可以貼近你要想剪嘅地方，然後咧剪一細片出嚟先，然之後咧先至沿住呢一個媽媽嘅頭去剪。咁小朋友，你哋咧？剪的時候呢，盡量呢不要剪走頭先呢你畫咗嗰啲線條喎、哦。係啦，我哋要保留返嗰啲線條嘅。咁又係適當轉動張紙啦。哎呀。咁剪咗呢個頭出嚟先。好啦。喂，好啦，咁你剪嘅时候要小心手喎、哦。好啦，剪咗呢一个出嚟咯噃。喂，剪好嘅话，请你由 V 啊 ，V 咧。再加埋啦，趁住呢个时候咧，我想你哋咧估下，轩轩姐姐个妈妈咧系有冇戴眼镜嘅咧？如果你觉得轩轩姐姐个妈妈系有戴眼镜嘅，请你打个一字啊！如果你觉得轩轩姐姐个妈妈系冇戴眼镜嘅，请你举，请你打个二字啊！睇下你自己估得啱唔啱？我又等一下先，轩轩姐姐个妈咪有冇戴眼镜？有戴眼镜嘅，请你打一字，啦啦啦；如果冇戴眼镜，请你打二字，一二啊，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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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冇戴眼镜？哎，有个 V 啦，牛牛最快。哎 ，Granny 哥哥都有喎，打个一字喎 ，V。轩姐姐妈妈有冇戴眼镜啊？有戴眼镜就打一字，冇戴眼镜就打二字。轩轩姐姐个妈妈有冇戴眼镜呢？答案系冇噶。平时可以话有，可以话冇嘅。其实平时咧，佢出街咧就佢冇近视嘅，咁所以就唔使戴眼镜出街嘅，咁就系 V。但系有时咧，我妈妈咧，因为年纪都大啦，哎呀，唔好俾我妈妈知道啊。咁咧，我妈妈咧睇报纸咧，好细噶嘛啲字，佢就要咁样咧，咁隔到咁远睇，咁所以咧，我妈妈要戴一副老花眼镜先可以咧睇到报纸嘅。唔知道你哋嘅爹哋妈咪有冇戴
老花眼鏡嘅咧？好啦，我哋翻翻嚟啦喎。咁咧講開眼鏡咧，不如我哋而家咧就再攞一張報紙，然之後咧畫下媽媽嘅眼睛喎。嗱，小朋友，我咧會教兩種方法咧去教你哋去點樣做呢個好得意嘅創作嘅。第一個方法就係畫媽媽眼睛。譬如話你媽媽眼睛大唔大噶？咁我媽媽眼睛咧就咧大，但係好長嘅喎。咁軒姐姐咧就會攞支黑色出嚟，然之後畫個好似葉形嘅嘢，然之後咧就畫一個眼睛。咁當然啦，唔好太大喎，太大嘅話咧就大過塊面嘅咯喎，隻眼睛。係啦，我媽媽咧好靚嘅，咁所以咧就會畫好靚嘅眼睫毛啦。咁另外咧就會再畫另一個長嘅形狀，咁盡量咧同左邊咧嗰隻眼咧係一樣啦，對稱啦。咁小朋友你可以選擇呢一種畫法嘅眼睛，又或者咧一種會咁樣都得嘅喎。好似咧个卡通眼睛咁样嘅呢一个，咁就好似一个珊珊嘅形状啦。睇下你妈妈适合边一只眼睛啦。好啦，咁有呢一两种，我画到最后一种啦，就系圆形眼睛。咁咧又可以咁样画啦。咁通常咧喺小朋友心目中咧，妈妈都系一个好靓、好善良、温柔嘅妈妈，系咪啊？咁所以咧，我會畫啲眼睫毛俾佢咧，令到佢更加 bling bling 嘅隻眼。好啦，第二種方法噶咯喎，第二種方法就係適合咧俾一啲小朋友咧，你係有拎雜誌嘅小朋友啦。咁咧點解咧？因為雜誌係好好玩噶。你睇下，譬如軒軒姐姐咧呢一度咧有一個好靚嘅雜誌嘅樣喺度喎，就係一個 model 嘅樣啦。見面都有一對好靚眼睛啊！咁咧，小朋友，你哋可以剪呢一對咁靚眼睛出嚟，不過小心啊！咁樣淨係剪佢對眼睛。哎呀，嗱，剪咗一隻啦。跟住又可以剪多另外一隻，但系小朋友，你话我唔中意啊，妈妈只眼睛都唔系咁嘅，咁你可以咧选择第一个方法啦，就系咧去自己画啦。咁呢个系一个好搞笑嘅方法嚟噶，嗱，咁咯噃，好啦，咁你咧就可以咧。我繼續落埋去雜誌嗰個方法先，就可以拎翻一個，然之後咧就黐呢一隻眼睛落去啦，真係幾搞笑，係啦，就係咁樣啦。咁我剪好啲先，係啦。咁呢一個咧都可以咧成為一個好搞笑嘅創作嚟嘅喎。哇！呢一個眼睛，呢對眼睛其實好靚嘅，係咧青青地色嘅眼睛。咁就可以咧用咁样嘅方法啦。第二，好啦，我哋去翻咧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系选择自己画嘅。咁咧，小朋友，如果咧你咧已经画完咧，就可以咧剪佢出嚟噶咯。系啦，画完咧又好似显姐姐头先咁样啦，剪个眼睛出嚟先。好啦，今堂咧用好多剪刀啊，所以小朋友你哋要咧小心睇住手仔，仲有转动张纸，同埋记住擘大呢一个铰剪嘅嘴仔，摄张纸喺最边边啊，完成咗一只眼啦。好，跟住又可以再做噶咯喎。啊，头先讲开眼镜咧，我想问下小朋友，呢度咧有几多个小朋友咧嘅妈妈系真系有戴眼镜噶？如果咧都有多小朋友咧，
的媽媽有戴眼鏡呢，咁我都會教小朋友點樣做眼鏡嘅。好啦，咁你呢、如果有嘅話呢，請你打咩號呢？打一個八字啊，因為我八字倒轉呢係似一個眼鏡喎。邊個小朋友嘅媽媽係有戴眼鏡嘅，請你打一個八字俾我睇，睇下多唔多先。如果多嘅話呢，我都會呢、教大家嘅。好啦，跟住將眼睛呢放落去呢度先。你可以放不同位置的，上面下面啊、哦、有喔、哦、有个八字喔、哦、有两个小朋友是不是啊，有两个小朋友妈妈都有戴眼镜的。 OK， 好，再看看先。好啦，那我们等多一阵先，因为呢、之前呢有小朋友呢同埋有家长反映返，佢话我佢话呢做唔切呀，佢话哎呀救命呀、啊、救命呀、啊、咁就呢小朋友係咁嗌救命呀、啊、搞到媽媽好亂呀、啊。係呀、啊、我哋等多一阵先。如果搞掂小朋友你都可以呢打个 V 字㗎喎、哦。咁呢显显姐姐就会继续㗎啦。啦啦啦，如果完成嘅小朋友记得打个 V 字呀、啊、咁我就会继续㗎啦。你唔打嘅话咁就喺度等㗎啦。啦啦啦，完成的打个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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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 同埋你妈咪有戴眼镜的，请你打个八字。啦啦啦啦啦啦，咦？哎 ，wee yeah， 有反应啦，终于都好啦。OK， 好，我讲一讲呢，如果有戴眼镜的妈妈的小朋友可以呢怎样做啦。咁一阵间呢你可以呢黐好咗先。然之后呢譬如话你妈妈嗰副眼镜系紫色嘅，你就可以呢黐好咗眼睛之后呢就咁样画个圈。画个圈喺出面。咁样呢就会做到一个戴眼镜嘅妈妈㗎啦。好啦，咁我哋继续㗎喇噃。而家呢我哋呢将妈妈呢將佢咧畫一個鼻先，個鼻哥咧你可以咧選擇咧、用啡色啦，又或者你中意嘅顏色，我哋唔好黐住喎，係啦，你可以咧畫一個鼻，個鼻咧你可以攞張報紙啦，又係，你可以畫圓形鼻啦，又或者我又唔中意啡色鼻嘅，好核突，你可以畫、粉紅色嘅鼻，可以畫水滴形嘅鼻啦。又或者用翻肉色都得嘅，你可以画一个咁样，好似一条彩虹嘅鼻。然之后咧，又可以剪佢出嚟咯。今次咧，我会拣呢一个水滴型嘅鼻，我觉得应该好得意啊。好啦，又剪佢出嚟咯。喂，啊，跟住又可以放落去呢度。啊，搞掂！又系，如果你有杂志纸，又系好似头先咁样啦，你可以咧拣一个好靓嘅鼻，我睇下有冇好靓嘅鼻先。哎，呢度有、哦，呢度有一个好靓嘅鼻、哦，咁又可以咧剪佢出嚟咯。睇下先，剪一个好靓嘅鼻先。哇，呢、這个靓啊，呢、這个 model 嘅鼻几高。要剪埋鼻梁喎，如果做呢一个小朋友，如果你妈妈咧就冇鼻梁啦，就好恐怖啦。好，剪咗佢出嚟先、啊。你睇下，搞到个 model 冇咗个鼻，好搞笑啫。好啦，跟住咧又可以砌翻啦，睇下砌咗个咩样出嚟。哎呀，喺度甩晒添，砌翻好先。好啦，咁咧我想咧呢一边咧都有个面啊。咁所以咧，我整一个 model 面先，啊唔好整个肥面俾佢先，用呢、這个小朋友。如果你完成又可以打个 V 字噶，咁我咧就可以继续啦。小朋友咧又唔使咧咁赶啦。咁咧，小朋友，
我哋而家做到咧，啱啱開始啦，做到眼睛啦、面啦，同埋咧個鼻鼻喎。其實呢一種方法咧，係一種拼貼嘅方法嚟嘅，我哋所謂嘅拼貼畫啦，係啦，咁就係將啲嘢咧剪剪貼貼啦，然後咧貼佢出嚟喎。你睇下呢個。你看小朋友是不是很搞笑这个这个样子完全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妈妈样子的、啊、很搞笑啊好了不知道小朋友呢那个作品是怎样的呢好了完成的又可以呢给个 Win 我、哦、好了那小朋友我一路讲呢一路呢在这里跟大家讲呢咁咧，一路講同大家講，一路講咧，一路做咧，同大家講。咁咧，其實咧，報紙咧裡面咧都有唔同嘅色彩嘅，雖然佢都係主要係黑色同埋白色啦。咁但係咧，都可以咧善用佢本身佢有一啲顏色，譬如話呢一度，咦，佢有藍色喎、哦，咁你都可以善用呢啲顏色咧去咧做一啲創作嘅喎、哦。譬如話你想媽媽咧好潮嘅。咁你咧就可以咧剪呢、這、一个，哇！呢、這、一个系其中一个漫画，讲紧口罩啊，系啦，口罩嘅漫画，可能咧爹哋妈咪都会知道啊。呢、這个呢、這个系啦，好有政治色彩啊。好啦，呢、這个口罩咁样，你话觉得好得意喎，妈妈戴住口罩，你可以咁样黐住个口罩俾佢噶喎。系啦，好好玩嘅呢一个拼贴画，有啲小朋友话 so funny， 系啊，好 funny 啊，系咪啊，好好笑啊！有小朋友打 V 字咯，太好啦，你哋真系有留心听显姐姐讲。好啦，譬如话啦，显姐姐妈妈咧最近咧，一出街咧就要戴口罩，咁你可以咧剪一个咁样嘅口罩，咁样黐落去，嗱，咁又另一种方法嚟嘅，系咪啊？咁你可以善用一下咧，你咧呢份報紙咧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嘅素材啦，可以俾你剪佢出嚟啦。好啦，咁如果都系冇喎，哎呀，今日咧得一份報紙冇乜喎，咁你都可以咧又用翻眼睛同鼻鼻嘅方法，可以畫佢出嚟嘅。咁啊攞張報紙啦，頭先用剪剩嘅就可以畫啦喎。咁你可以咧畫一個笑笑嘅嘴。咁我用紅色嘅，跟住又可以剪佢出嚟啦。咁咧呢個嘴嘴咧比較細啊，同埋幼。咁咧你哋咧剪嘅時候又要小心手仔喎，唔好剪到手指喎。跟住咧又可以放落去啦。耶、yeah! ！好啦，這个时候呢又是很好笑的时候啦。小朋友，譬如话咧，我都有红色。咦，你看到呢件衫都是红色喎，咁你可以剪走咗呢个 model 上面的红色，然之后呢又可以剪一个嘴巴俾佢噶。譬如话剪呢个去擘大口的耶！ Yeah!咁样，然之后放落去做嘴巴都得噶，你睇下，耶、yeah, ，又系唔同嘅睇法喎，系咪啊，小朋友？好啦，有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是、最搞笑嘅方法啦，就系、是、剪一个 model 嘅嘴出嚟先，睇下变成点样先。好啦，剪佢出嚟先啊，這个呢个咧显姐都觉得好搞笑。好啦。夹呢个 model 嘅嘴仔，嘴仔就咁会点咧？我应该呢个妈妈咧夹呢个妈妈个嘴咧会好大，我觉得。好啦，好啦，小朋友，想唔想快啲将呢个嘴放落呢一度咧，定放落呢一度咧？好。我想小朋友咧投票先，边个小朋友想将呢个嘴放落呢度嘅，就打个一字；边个小朋友想将呢个嘴
放在这里的，打个二字啊，我看看哪个一多一点还是二多一点，我就放在那个位置了。看看放在哪里先。叮叮叮叮叮，好搞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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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二，哦，放在二，我看到了，有一个小朋友说想放在二的这个嘴，好，还有没有？一定二，二，哇，这么多小朋友想二啊，好，再等多一阵先，一定二呢，将这个嘴放在哪个妈妈的面上呢？有两个二啦，已经系啦，可能小朋友仲整紧啊，系咪啊？系啦，好啦，我放喺二度先啦，准备三二一，哇嚓！哎，系咪好搞笑啊，小朋友？系啦，再搞笑都可以嘅、哦，你可以咧用翻屋企咧喺度玩一下嘅、哦，你可以将呢一个嘴咧。可以咁样放啦，歪嘴啦，歪嘴，又或者咧可以咧咁样放喺侧边，或者张眼睛咧可以咧咁样戚起，又会唔同样噶喎，系咪好搞笑咧？或者咧你想突破啲嘅，可以将嘴、嘴啦、鼻啦、眼啦。调转，哇，变咗只怪兽，系咪啊？我妈咪话我整到妈咪咁丑样我，哎哟，系我哋整紧妈咪，唔好玩妈咪啦，唔好玩妈咪啦，整翻你妈咪先。哎，轩轩姐姐个妈妈都出嚟投诉啦，哎呀，俾佢知道添。好啦，唔好玩妈咪啦，好啦，我哋咧小朋友。这个不一定是妈咪来的，你可以玩一个创作一个全新的搞笑妈妈都可以的嘛，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呢不要玩妈咪了，我们回来这个漂亮妈咪啦。OK， 好啦，那我们呢可以继续了，啦我们呢五官已经搞定了，但是呢差什么呢？就差妈妈的头发，那呢我们呢又可以呢用了。咁咧，今次咧，我會咧又係選擇咧一啲有顏色嘅雜志紙去做媽媽嘅頭髮。咁我媽媽頭髮啡啡地或者深深地顏色嘅，咁我咧就會咧去剪呢一啲出嚟嘅，剪曬咧你咧雜有啲乜嘢雜志咧係啱翻你媽媽嘅頭髮顏色啦。咁呢度咁啱咧，我又會有喎，咁又可以剪佢出嚟啦。咁呢度都系黑色啦，系咪？然之后咧就可以咧咁样，你可以攞支咧铅笔或者系油粉彩啦，跟住咧就将呢张纸按落去佢个头壳顶度，然之后咧就记住翻妈妈咧头壳顶都有头发噶喎，所以要画翻佢。OK， 跟住咧。我妈妈因为齐音的，所以我就会这样先，然后根据你这个头壳顶去剪妈妈的头壳顶的头发出来先。好了，跟着就好像帮她剪头发一样，剪一条条头发出来。咁小朋友吓，我妈妈唔系咁样噶喎发型，咁我都可以教你哋第二个发型嘅，就系咁样。然后咧画一个人字，跟住又系剪佢出嚟，跟住又有小朋友话啊，我冇黑色嘅颜色嘅杂志纸或者系一个。报纸咁样，咁你可以咧用翻头先眼睛画嘅方法画佢出嚟，然后填颜色都可以嘅。咁样又系第二种发型啦。
咁咧加翻媽媽個髮型先。咁有兩種方法喎，咁小朋友你可以咧諗下，或者有其他方法你想唔跟顯姐姐都可以噶。咁咧又可以放落去啦。好，哇！顯姐姐個媽媽幾靚，不過差少少，佢仲有啲啲頭髮嘅。好啦，小朋友你搞定咗又可以打个 V 俾我睇嘅喎，咁表示咧你咧就可以继续落去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咧又可以咧整埋呢边呢个搞笑妈妈嘅头发先。啊，呢度都有个头发喎，呢度都好似有头发，几啱呢个搞笑妈妈喎。我整呢个先。这个应该都啱佢戴嘅呢个头发。好啦，咁样剪咗出嚟先。有小朋友已经 V 咗啦，好厉害！这个是哪个的小朋友啊？吓咁快嘅 V 字，好啦，我又咁样吸落嚟啦，哇！这个妈妈搞笑，妈妈真系好搞笑，等我整一整先。哎呀，歪晒个鼻。喂，哇，有头发的搞笑妈妈。好，我收到一个 V 啦，已经完成咗啦。如果你完成咗，记得打 V 啊。哎，有两个小朋友完成咗啦。好，我哋等多两个小朋友打 V 咧，咁显显姐姐就会继续落去咧，继续画埋咧下面嘅头发噶咯噃。小朋友搞掂嘅话，记得打个 V， 打个 V， 打个 V， 打个 V。哎，我见到子璇打个 V。啊 ，Phoenix and Luca 打个 V 非常好。好啦，咁咧，我哋咧就睇下呢一个系咪好搞笑咧？一阵间我哋再玩啊！小朋友你可以翻屋企咧，可以咧攞啲唔要嘅杂志啊或者报纸咧砌一个全新嘅样子都得噶，真系好好玩嘅，我中意玩呢一个。好啦，我哋翻嚟呢个先。咁咧今次咧我咧就示范用报纸啦。显显姐姐咧个妈妈咧其实系短头发噶，咁咧可以咧就攞张报纸，咁我咧又会咧衬翻啦，用啲黑色，咁又可以画个头发，咁咧可以点画咧？显显姐姐妈妈咧头发咧系短噶。超短，咁咧可以咁样揉咗佢，咁咧又可以再画喺后面系成幅嘅，咁我可以画多啲嘅面积大啲，然之后咧就可以咧剪佢出嚟咯。记住啊，要画大幅啲噶，因为咧一阵间咧你就知噶啦。即系咧，你当好似咧，你睇叫妈妈拧转后面俾你睇，然后拧转后面咧，你见唔到妈妈块面噶嘛，就系见到啲炸头发噶嘛，就画嗰炸头发出嚟。然之后咧就可以咧放落去后面啦，咁样啦。睇下先，咁样嘅。又或者咧，可以咁样摆。哎呀，妈妈只眼太埋啦，系少少嘅啫。我妈妈咁咧，正面睇翻咧，我妈妈啲头发剩翻咁少嘅啫。OK， 咁我教埋咧小朋友咧，画长头发嘅妈妈，长头发妈妈咧又可以咧咁样啦。
咁有啲媽媽係長頭髮攣攣噶嘛，係咪？咁你可以咁樣啦，畫一啲曲線嘅線條，咁樣。OK， 跟住油咗佢。呢度又畫兩邊啦，因為咧可能有啲媽媽咧兩邊膊頭咧都有一把長長頭髮撥喺膊頭嗰度嘅，咁我哋咧又油咯喎。好，油完啦，跟住咧又可以咧剪佢出嚟啦。喂。哎呦，剪下出嚟先。喂，剪完出嚟之后咧，就可以咧，我示范呢一个长头发妈妈，就可以咧放落嚟呢度。哇，几长呢个妈妈啲头发！咁就 OK 嘅啦，试下放嚟呢度先，玩一下嘛，哈哈，哇，变咗好奇怪，咁样啦，试下歪嘴，好啦。喂，哇，咁快有 V 啊，小朋友真系叻啦！你哋已经知道轩轩姐姐嘅谂法啦。好 ，V 晒。好啦，最后咧，我哋咧可以咧设计咧妈妈咧嗰个衫噶咯喎。咁咧又可以咧善用一啲布纸啦。咁又可以按落去，妈妈叫妈妈咧条颈唔该轻轻放落嚟呢度先。系啦，条颈咧搭住呢一张报纸嘅后面，然之后咧就可以攞你妈妈最中意嘅颜色。轩轩姐姐个妈妈咧就好多颜色都中意嘅，咁咧轩轩姐姐妈妈成日着运动装噶，咁所以咧佢咧就会中意咧好 sharp 嘅颜色，咁我会拣咧橙色。你可以问你妈妈中意咩颜色噶，然之后咧就画妈妈嘅衫。咁就跟住呢一个咁样画噶咯喎，画翻条领俾佢先。嗱，千祈唔好沾到妈妈个头同颈啊，然后画翻妈妈个身体。咁今次件衫咧，我就会咧輕輕 outline 咗佢嘅啫，因為咧我唔想咧遮咗呢個報紙嘅紋啦。其實呢個報紙紋係好特別，係我哋今堂咧主要咧想做出嚟嘅效果。咁我咧淨係會畫咧，可能咧媽媽上面一啲服裝嘅花紋啦，咁就咁咧畫一啲線條嘅啫，唔會填滿佢嘅。咁媽媽咧會著一個好有型嘅 sporty 嘅衫，有一個袋喺度，啊哈！然之後咧又可以咧畫埋呢一個媽媽嘅手啊，喺呢一度。咁手咧，小朋友呢一個最簡單嘅畫手方法啦，就係一個好似 U 字咁樣嘅形狀。好啦，然之後咧就可以咧。輕輕拎翻媽媽個頭出嚟先，係啦，跟住咧就剪媽媽嗰個上身出嚟先嚇。好啦，又係剪，哇！今日咧好多剪貼啊，一陣間仲要貼。就是这样了，
跟住咧，拎开啲纸先，系啦，跟住咧就可以咧咁样放落嚟啦。哇，好靓嘅妈妈，我要拎走妈妈呢个头发先。哈，好搞笑，妈妈冇晒头发，搬翻呢个搞笑妈妈头发嚟呢边。系啊，显显妈妈咧系好短噶啲头发咁样嘅啫。好啦，今日排翻好妈妈啲五官啊、头发啊嗰啲先。好啦，哎呀，隔篱呢个搞笑妈妈歪晒。好啦，就系咁啦。好，搞掂啦，小朋友又举个 V 俾我睇啊。好啦。咁咧，小朋友你可以咧繼續落去噶咯喎，又係用頭先顯姐姐嘅方法，又咧咁樣薄落去噶咯喎，可以攞張紙咁樣放落去。今次我會揀藍色。哇，媽媽條運動褲先，加埋媽媽嗰對鞋。咁条运动裤咧好有型噶，妈妈有两条间嘅，跟住咧我妈妈咧着咧呢个白色嘅鞋，咦白色鞋唔系睇到喎，唔系好睇到，咁就可以咧用黑色捆翻个边先，咁就睇到啦。跟住咧又剪佢出嚟啦。如果你妈妈嗰只脚特别长嘅话，你就要画长啲嘅腿俾妈妈噶咯。睇下你妈妈条腿长唔长嘅。好啦，跟住又系沿住去剪出嚟先。耶！啊！这个妈妈就大致完成了。小朋友，你们的妈妈有晒手手脚脚眼耳口鼻未呀？有的话请你 V 给我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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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如果还在剪她的脚，你要告诉我听哦。要快点啦，不然妈妈就很痛痛的啦。哎呀，记住啊，完成了的小朋友记得打 V 给我看啊，然后欣赏下妈妈啊，再望下你真正的妈妈，再望下自己画的妈妈啊，好似喎，好开心好温柔的妈妈喎。哦，有小朋友说我还差很多啊，是呀，不要紧，我们等埋你，因为仲有很多小朋友未打 V， 所以我们等多阵啦。这个时候轩轩姐姐呢，梗是玩下呢个隔篱的搞笑妈妈啦。好啦，这个搞笑妈妈呢还未有身和这个什么的，那呢这个搞笑妈妈，哎，刚才被呢俾我媽媽咧話咧，哇！做乜搞到阿媽咁樣啊？咁樣咁，所以我決定咧剪一個好靚嘅毛毛裝俾個媽媽，睇下希望氹翻顯顯姐姐個媽媽出嚟先。唔知道會點咧？整呢個身嚇、啊，我會將呢個身黐落去呢個搞笑媽媽度，好靚噶！呢套衫名牌嚟噶。好啦，睇下點樣先。有埋隻手添啊！呢個插住個袋裙嘅。好啦，我哋試下先。砌好媽媽個頭髮，砌好媽媽嘅眼睛同埋個鼻同嘴。好啦，我哋數三聲啦喎，將呢一個好高級嘅時裝放喺搞笑媽媽嗰度先。準備，一、二、三。哇！即刻几靓啊！我想叫我妈妈出嚟睇啊，几靓啊！显显姐姐个妈妈，搞笑妈妈，唉。
仲差只脚喎，我剪只脚出嚟先。好啦，只脚喺边度咧？拣边只脚好咧？哇，喺呢只啱啊！呢只咧似晒我阿妈只脚，好鬼瘦噶我妈妈。加埋对 boot， 剪埋只脚出嚟先。好啦，咁样，咁我哋今日咧，小朋友教嘅系乜嘢类型嘅画呢？就系拼贴画啦，你睇下，哇！我呢个妈妈几高级啊！我妈妈出嚟啦，你睇下，搞唔搞笑啊？个妈妈，好搞笑啊！靓唔靓啊？几好啊！多谢你啊，好靓噶呢个妈妈，两个妈妈都好靓，一个系画嘅，一个咧就系用杂志纸剪佢出嚟嘅。好啦，小朋友，咦，我仲未收到小朋友个 V 喎，即系话你哋真系好用心去做喎，非常好啊，俾心机啊。咁咧，我会慢慢讲，跟住落嚟咧嘅步骤嘅，咁咧，首先咧，我哋咧清一清侧边咧嗰啲纸碎先，可以咧扫埋一边，但系扫埋一边唔代表俾妈妈扫喎，一阵间咧完咗之后，你都要帮手同妈妈一齐执晒啲碎碎去啊！如果妈妈就好辛苦噶啦，知唔知道啊？好啦，咁咧，你可以攞张咧画纸，系啦，白画纸，然之后咧就可以咧将呢啲妈妈。将搞笑妈妈同埋将呢一个自己画嘅妈妈放喺上面，哎哟，就度啱个位先喎。系，哎呀，放上嚟，跟住咧将呢个搞笑妈妈放埋喺呢度。哎呀，一个搞笑妈妈，好啦。哎呀，甩咗个嘴啊！搞笑妈妈，呢度好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度好位，譬如话啊，我想妈妈咧放喺中间，放喺呢度中间，呢、這个搞笑妈妈咧就喺侧边望住呢个。画的妈妈都得噶喎，咁小朋友啊，哎哟，拎住咗自己个鼻添。咁小朋友啊，记住喎，你咧屋企人咧唔系就系得妈妈噶嘛，仲有爸爸噶喎。咁爸爸咧又可以咧，咁因为咧显显姐姐个爸爸咧就话，点解冇我份噶，就系得妈妈噶。咁你咧都可以咧用啱啱头先嘅方法画爸爸出嚟。显显姐姐个爸爸咧系有戴眼镜噶，所以咧我会咧画埋个眼镜喺呢度，好快咁画，跟住咧又系剪佢出嚟，喂，好快咁整爸爸出嚟先，咁我爸爸咧就系咧戴一个。圆圆眼镜，跟住咧又有一个鼻，圆形鼻啦，今次，喂，跟住咧可以攞翻头先咧显姐姐示范嗰个嘴，咦，我个嘴咧，啊喺度，诶。跟住咧，又可以咧继续落去完成埋你成家嘅屋企人喎。譬如话显显姐姐屋企咧有妈妈、有爸爸、有细佬，仲有屋企只兔仔木木喎，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咧去整噶。嗱，其实咧我哋咧画画咧唔一定咧画喺张白画纸度咧先至靓噶喎。你睇下，可以用拼贴嘅方法，可以用。报纸的方法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得意的构图出来的，就是你看到报纸上面有一些文字，可以做到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又或者一些杂志
好搞笑啦！這個咧，可以剪雜誌上面咧唔同嘅眼耳口鼻咧，去拼成一個全新一個未見過嘅人仔出嚟都得嘅噃。咁跟住咧，你哋咧就可以咧用漿弧筆。如果有漿弧筆嘅，我建議你哋用漿弧筆就會好啲啦。如果冇咧，先至用白膠漿，因為漿弧筆咧佢咧比較乾淨啦，同埋咧貼啲咁薄嘅紙咧已經咧係足夠噶啦。咁你可以咧首先黐曬媽媽面部上面嘅所有東西先，即係話眼睛啦，又可以咧黐滿咯。記得我哋黐漿弧筆或者係膠水嘅時候，要黐滿曬成個面積。如果唔係咧，就會甩眼甩鼻噶啦。所以咧黐滿曬啊，好啦。然之後咧就放落去呢度，咁你可以咧調整一下媽媽眼睛，佢係開啲定埋啲啦。因為埋啲咧就會咁樣，開啲又會咁樣，高啲又會咁樣，低啲又會咁樣噶咯喎。咁你可以咧趁住個時候調整一下啦，然之後先至黐上去嘅。我咧就會咁樣啦，放落去，跟住咧黐媽媽嘅頭髮先。咁呢個頭髮咧，我會選擇唔黐呢一啲鬚鬚嘅，等佢咧可以捲佢出嚟。咁就係黐頭殼頂嘅位置，咁咧佢度就可以飛飛飛，更加立體感啦。睇下，然之後咧黐埋個鼻，同埋黐埋其他嘢咯喎。小朋友，如果你已經開始好似軒軒姐姐咁做緊黐嘅動作，請你打。唔好打 V 啦，今次打打咩好咧？打咩好都好啦，话俾我听你嘅进度系如何？好啦，跟住咧就黐妈妈嘅头仔，头发唔系头仔，头发哦，反应好大喎 ，V 都系。啊、哦，有四个 V， 咦，好好喎、啊，同显姐姐嘅进度差不多。好啦，当你完成晒之后咧，就可以咧将妈妈成个头后面就黐满胶水。咁我哋黐稳咗咧妈妈个头先，咁喺你想要嘅位置啦，可以放落嚟呢度啦。咁你下面嗰張畫紙你可以選擇打直或者打橫都得嘅，咁但係因為軒軒姐姐咧有好多人啦，有搞笑媽媽，有畫嘅軒軒媽媽啦，跟住仲有軒軒爸爸，咁所以我就會打橫咧就可以放曬多啲人落去啦。好，跟住又係呢一個啊，好多個啦已經，哇！Anita 打咗好多字喎，即係話 OK 啦，非常好，咁得啦，可以繼續落去啦。咁咧又系陆续慢慢咧，将妈妈嘅身体咧可以合拼埋一齐咯。好啦，跟住又可以咁样黐啦。记住啊，黐胶水嘅时候要黐晒成个面积，如果唔系就飞下噶啦，飞走噶啦会，同埋会好易甩噶啦。黐埋妈妈只脚，耶、yeah! ，搞掂。咁呢啲咧，我一陣間先黐啦，當咧好似咧軒軒姐姐咁樣啦。你黐咗咧一個畫咗嘅媽媽啦，應該咧各位小朋友都係咁樣一個進度係咪？咁咧，當你黐好之後咧，後面咧係咪好多空間俾小朋友發揮咧？咁你咧都可以咧歡迎你咧用一啲唔同嘅物料啦，或者咧用剪貼嘅方法啦，可以剪。多啲嘢咧喺側邊喎，可以咧趁媽媽你話啊，媽媽好中意呢件衫，你可以黐呢件衫落去嘅噃。譬如話咧，黐呢件衫落去，或者自己畫都得嘅喎。你話哎呀，媽媽好中意著靚衫嘅，你就黐一件衫落去。然之後咧，又可以加啲創意啦。你可以畫個衣櫃掛住呢件衫送俾媽媽嘅喎，咁樣畫個勾。有一件衫，然之後咧就可以咧畫一個衣櫃，
這個衣櫃呢很名貴的，只有一件衫，一套衫而已，然後放在這裡旁邊，啊，那是當送給媽媽的，哦，又或者哎呦你呢媽媽呢煮嘢食好叻噶，成日咧整麵包俾你食噶。我知道有個媽媽咧，成日整麵包，成日整下午茶俾啲女食啊，真係太好啦。咁咧，你可以畫啲咧，你可以畫住佢揸住揸住個鑊鏟，揸住個煎 pan， 哇，好似好啦。咁咧又可以喺側邊畫一個廚房嘅景嘅喎，譬如咧可以畫一個一個粉紅色嘅廚房景，咁咧呢個係張台，上面咧有齊曬咧你嘅你中意食嘅嘢喎，譬如話蛋糕，咁任你中意啦，因為每個人嘅屋企媽媽咧。或者爸爸咧都有唔同嘅叻嘅嘢啦，可能爸爸咧你可以咧喺侧边咧画多部电脑俾佢，哎，爸爸我爸爸咧就系咧电脑好叻啊，影相好叻嘅，咁咧可以咧画个位俾佢啦，譬如话我黐咗爸爸喺度啦，咁你可以咧画个画咩好咧，画部电脑俾佢咁样 ，OK。部电脑就放在这个圆台上面，这样的哦，那这个场景呢就交给小朋友去创作啦。好，那我们现在呢转一转个镜头先，摄影师麻烦。看看先，咦，我張紙去邊度啊？啊，喺度。睇下先，首先咧，咦，又打，睇下先啊，倒轉，咦，又係打直咗，好搞笑。跟住左右調轉，好，搞掂。我看不到影不到现在打直了整个人得了，是不是得啊 ?OK 喎 ,OK 喎 ,OK 喎，好完成了啦，小朋友你觉得这种方法呢是不是很得意呢，是啊，那呢记住记住啊，我们所有家的材料都可以成为一个艺术的创作来的。好啦，那呢我知道呢小朋友呢都很用心呢在设计着啦，帮妈妈呢整一个很漂亮的衫衫，哦，又帮爸爸呢可以呢画一个很漂亮的场景，哦。那呢记住记住将你的作品拍一张靓相，然后 send 去我这个 email address 度啊。你哋嘅作品可以令到我咧更加有动力咧去做下一条片噶。仲有啊，仲有啊，小朋友，今堂咧我就画咗小朋友想学画嘅妈妈啦。如果你仲想学画其他嘅嘢，都欢迎你喺楼下 comment 或者系 inbox 俾我，或者用任何方法话俾显显姐姐听。咁下一次咧我拍片啦，或者系 YouTube 嘅片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去教小朋友噶，哦。是啦，我hold一hold在这里先，耶，yeah! 好啦，那我预估一下呢下一次星期六是要准备什么材料了，下星期呢请小朋友呢要预备几样东西的，那呢就是最近应该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的啦，就是喷壶啦，
咁呢個噴壺咧，請你咧可能要叫爸爸媽媽咧，就要倒翻曬裡面啲酒精啊，或者係咧呢個漂白水出嚟喺另一個器皿度，因為下一堂咧就咧會用呢一啲噴壺咧去做一啲創作嘅。咁咧小朋友建議你哋咧可以咧最少一個啦，但係咧最好咧就兩個或者以上嘅，最好兩至三個啦，因為會多啲嘢玩嘅。係啦，但如果你真係冇喎，咁你一個都可以嘅。咁啊，請你預備一個噴壺，噴壺裡面咧，請你裝大概一半份量嘅清水入去。係啦，一半嘅清水入去。咁任何大細嘅噴壺都得，呢、這個你見到咁細咧都可以嘅。記住啊，裝一半嘅清水入去啊。好啦，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要預備廣告彩。或者水彩都得嘅，系啦。咁因为下堂我哋会玩一啲咧水剂嘅嘢啊，所以咧就一定要用呢一个啦，同埋画笔，系啦，画笔咧任何嘅画笔都得噶啦，即系一支都可以噶啦。咁就中型嘅 size 啦，唔好太细，亦都唔好太大啊。好啦，咁跟住咧就系色碟。如果冇色碟嘅小朋友，或者家長你話嚇唔想嘥錢買都可以咧，你哋攞啲環保嘅物料啦，可能係一啲唔用嘅膠兜啊，或者係膠杯啊、紙杯啊，都可以當色碟啊、紙碟啊都得嘅。OK， 好啦，咁咧記住啊，將你嘅作品 send 嚟我呢一度啊！仲有，我仲有好多其他教學嘅片段都會放上 YouTube 嗰度噶，記住啊，咁咧。我都見到咧，收到小朋友咧有 subscribe 我嘅，都有20多个 subscribe 嘅。咁咧，希望小朋友同家長啦，可以多啲 share 啦、like 啦，我呢、這個 channel 咧，俾更多小朋友咧，可以咧喺屋企咧享受呢、這、一個藝術嘅樂趣啊！咁因為咧，你哋停課停到4月20日先復課，真係慘啊！係啊，咁所以咧可以咧善用呢一個 channel 啦，因為係免費嘅。好啦，咁咧，我哋下个星期六再见啦，拜拜。好，停啦，系咪啊？停。咦？点停啊？记住啊 ，share 同 like 啊！